印度的《甘谦区报》网站9月16日发表题为《印度和美国陆军启动准备战斗负2017军事演习》的报道称，印度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印度和美国陆军之间的一场联合军事演习16日在华盛顿州一处军事基地拉开帷幕，此次军演旨在磨练两军开展平息叛乱和反恐作战行动的能力。美国方面派出陆军第20步兵团第5营参加这场名为准备战斗负2017的联合军演，而印度方面则派出来自苏里亚司令部霍尔卡步枪团的士兵。在这场为期两周的演习期间，两国士兵将在旅一级联合指挥部的指挥下磨练作战能力。声明还说，双方将一同计划并举行一系列成熟的战术演习，以消除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威胁。